看看艾瑟的皮肤吧，挺好看的。一开始以为是刀妹呢。神龙尊者，尊者。哦，沙口。全军出击。符文没换，小意思。你给了我。我上路，这盘拿下。随便送，哼，装杯了，那也不能随便送啊！我说稳定一下军心，让他们打的随意一点，别太紧张。这个盖伦在干什么？掉线了，干哈呢？少 A 了一下。这波升了。点盐，哎，我发现盖伦即使给我沉默了，好像点盐也是让交的。上来啪给我一刀，嘟一下，他是征服者，他肯定想干我。E A W 走，别急。这波他再上来，我们能杀他。抠一下我的炮车，我日你哥！吃饼干，扛兵打来，这升三了，这就杀不了。咦，这为什么可以打这么多血呀？不应该呀，这血掉的有点多呀，这我感觉死不了。我刚才有多少滴血？有没有人看得见？他打了我，打了我一刀140，我刚才有多少滴血？我算的伤害是打不了那么多的，他可能是主 Q 了，三级没血 W。也不能啊，那就是两级 Q， 可能我感觉是两级的 Q， 我的那一个 Q 肯定是 Q 不死我，他一级的 Q 应该是 Q 不死，这怎么能叫装备呢？这是兵线得推进去，那你不推也不行啊。装逼与秀其实只在一念之间，如果我刚才这波把他杀了，那就叫秀，如果我死了，这就叫装逼。先空一波线啊！他上来的时候我们刚好快六级，然后再把他杀了。还是猴好玩，嗯，我不管啊，你自己想跟他玩你就玩一会儿，不想跟他玩就不玩。盖伦要是能把小丑杀了，我就算你狠。我们就在这空着，这个盖伦就去跟那小丑玩一会儿。
这是干啥呀？我升六了，你要跟我打，兄弟，头挺硬啊！四级要打六级，这波吃个塔皮，收一波兵。刚好我们可以一双皮孩，一个提亚马特，加上一个那个小耀光。三件装备无敌了。走了。哎，三件正好，真眼不买了，买了也浪费，我插了不要了。他五级，俩长剑，一个锁，一个小布甲，你压我十分钟三枪，没那么快，除非对面蓝枪过来行。十分钟三项费点劲，我今天就盯着这萨芬尼了，我让你抢我英雄，我想打把辅助都不让我打。在这截他，打不了先交啊，等他交闪不交。新英雄萨芬尼启蒙教学，下一把给你们来一把启蒙了呢。我发现这个封面就启蒙了呢，没事，这不对面有一个吗？在这儿等着他。干嘛？不服气了，这是。把药吃了啊，看他回不回家，就在这堵着他。他这边正好回家了，我们也回家。哎，你回家，我也回家。他有 TP 找着呢，这边塔皮不会吃不到了吧？二百滴血，这些小兵应该打不掉吧？50 40 30 20 17，打不掉，九级打五级，打不了过来，一出 R 九头蛇给我交闪，让他交闪，交闪，交闪，交闪。交闪，怎么不交闪现呢？给我来个蓝，兄弟，他正好回来，我来个蓝 buff。哎，确实可以十分钟三项。如果我刚才把这个塔拆了的话，我们就十分钟就三项了。
咦？回家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在这儿等。居然升了，这都能升得了级？没人吗？他们家那蓝枪上哪去了？我就这么点血，他都打不死我。只要我的这个，只要我的这个攻击节奏好一点就可以。小兵打我们的小兵 ，OK， 少吃一波兵。干哈要杀我呀？想好没？想好没？怎么跑过来要杀我呢？看来你是没想好啊，我这一看。去帮火蓝吃几层镀层的。火蓝加强了，现在火蓝的出场率应该会很高。打个红的。哎呀，这个火蓝好像塔皮马上要消失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快点快点快点，筑城要消失了。真能秀啊。兄弟们我死了，给他一个人头吧。没办法，我走不了了，不走了。那为什么那防御塔啊开始打我了？啊、哦，因为盖伦把兵清了，并且俺们家没小兵了。哎呀，有点烦。给他一个，那 W 打了是吧？我想让那 W 打塔的。下路应该不能打了，去中路呀，去上路吧，上路这老些兵呢，这波不就不去别的路了，我们去把兵收了。十一级马上十二了，然后一会儿再去上中路。这中路我估计这波我们拿个三杀应该没啥太大问题。把红还给我，想闪往哪闪？想闪走？
二塔拆完，我们打个蓝。我们直接从后边把这塔拔了，然后把这萨芬尼给他杀了。你打的，你打的，哟，这没办法啊。靠我红惩戒，我心想这 ADC 能一血前耻，你知道吧？我心想他打那辅助，对不对？出出气让他。省着那辅助在下路老欺负你，我得让你出出气呀、啊！就剩那一个辅助，我把旁边的人全给他逼走。没想到上来个盖伦，说为什么消吧？水银海吧，这玩意儿有日女欺负俺们家露露。好的，我得今天我得找到这个日女，这日女太狂妄了，太狂妄。卡莎哪去了？弹自己，你就给弹死了。先把下路拆了，我来了，兄弟，往我这边走啊！谢谢你帮我打龙。还帮我打龙？你有伤害吗？你打龙？我们把这个塔拆成一丝血啊，来一我好上当了，致命点他们没重伤，打我那都不掉血，我都血都不掉。看看再来个啥啊、哦？我们血魔流一波。现在其实我们少一个回蓝的东西，没有蓝 buff。会比较慢杀人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西兰刀，否则我们没有续航。来个西兰刀，然后我们需要一点生存能力，一个秒秒刚刚好。二龙戏珠，
没暴击能吸，能吸啊！普通攻击就返还已损失法力值，1.5%。我现在有没有蓝一样？先杀的萨芬尼啊！好的，我今天指定是放不了他，指定是不能放他走。意不到他什么装备？430，他咋跑那么快呢？但是很可惜，我有位移，好闪。好大，我就追着你，给你一个寒冰。有人没？呀，瞅我！给你一个寒冰，不行，你要不了。不掉蓝了，看见没？虽然我们有蓝 buff， 我再打个红，我们又有吸血，又有回蓝，我们已经永动机了。谁说没有永动机？这不永动机吗？家出我们的春哥，三项换无尽就不厉害了，三项换无尽的日女都打不动了。打大龙可以打，大龙已经不是我们的对手了。我压了这该轮8级，200刀，但这人怎么没了呢？如何才能压制敌人这么多的等级呢？你把对面的野都给他刷了，对面没有野打，你呢比他等级高，然后呢他刷不到野，他你就比他等级更高。先杀的萨芬尼，让你抢我就。
为什么没有五杀？谁把五杀拿了？谁？是谁？你把他封了。